新加坡，现在主场的是印尼组合。这里面马维洛是拿到了本届比赛长拳以及是棍术的冠军，而霍拉基乌斯呢也是拿到了男棍的第三。哦哦，这个开场很精彩啊，做了一个抛枪动作，对方接住枪之后，双枪开始进攻，好，双刀进行躲闪，速度相当快啊。好，对，好，拍枪，对，一边躲，对，前后都要顾及，这是属于定时动作，但是不能时间太长，超过3秒要扣分。后空翻，非常精彩啊！双刀夺双枪啊，好的，不错啊，这个演练的也不错。这个跟前面那一组有一拼，嗯，啊，最后看看谁能不失误，然后最后谁的演练分还高。到目前为止都是给到了一个是三级的演练分，嗯，都还没有能够上到二级，嗯。11号选手9.49。请12号选手入场。